微信读书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，快来微信读书 APP 免费领取我的私藏书单与神秘福利。一本好书能够给我们足够的勇气，面对生活的各种磨砺，用好书成就未来的自己。新时代，新阅读。